盘猎杀。红色，黑色，我兄弟，你是天才，还真是黑色啊！我回来了，也变强了。全军出击！打以后走。爬起来，站稳了，狠狠地打。哎，你放那个凳子里，凳子上。这就是我的意义，学着点吧。我将会改变这个世界。今天是狩猎的好日子。First blood， 利用他们的失误。起来的目标才能活得更久。保持警惕，奋不顾身。我操，这就是王者局吗？哦，这就是宗师局吗？我操，全是支援兄弟，对面的中单。到了那一刻，我们中单也来了。杀不死啊，没伤害啊，龙王这个时候。哦啊 ，A 错了。啊！哇，牛逼！哦哟，牛逼大了，这蜘蛛。这是那个雪碧吗，兄弟们？这是那个。很喜欢女生的雪碧吗？就是之前那个职业选手，我感觉他这波状态有点好啊，不像是这个。我的幸存是有目的的。上职业选手啊。这身皮肤的狩猎风格是我决定的。利用他们的弱点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
要么打，要么跑。只是现在不会的。这身皮肤来自生存的渴望，但有本能反复磨砺。他升了个六级啊，对面这个中路，这谁知道呢？可惜了。世界一直在变化，结果由我们来决定。我回来是为了那些回不来的人。生存是我们都有的本能。生存意味着永不止息，虚空也明白这个道理。卡莎，下次再努力点。这休息，买个电刀吧。Nice， 帅！虚空吞噬不了我，物资再努力点。没这么好运。这分段明显上来了，兄弟们打得比较吃劲儿了。这怕啥？这个地方很美，我必须出手拯救。我喜欢这里，说不定会留下。
哇！哇！伤害呢？没伤害了，怎么？这 AD 没杀到啊！我感觉我们蜘蛛是不是没有用上技能？哎呦，我干！我这不没打过啊！哎，主要也是个龙王，也只能慢慢滋。该换个别的也杀掉了。一直出门没有眼前买，很尴尬。这是我活下来的目的。我操！喂不饱野兽的话，你就是食物了。啊！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恶匪这英雄中再厉害他也就那样子，我跟你们说真的是这样，这英雄真是我不会逃避，还得看队友。厉害的，这英雄是厉害的，但他不是一个人就能创造一些什么的，我感觉他就是这一点是比较可惜的。努力战斗，你就是活着的武器。啊！我操！老子没用 Q， 我以为他死了。啊 ！Fuck man！Fuck off！Fuck man！ 个 ski！ 哎，电死了！我电死了！我给他电死了！我电脑给他电死了！我都不知道。我是为了狩猎而来的，但留下来是因为先有果实。这把得给我加个40分、50分吧。我们钻石的，遇到宗师的不得多加一点，这样才合理一点。而且我这么努力，专为你准备。稍事休息，猎杀还会继续。加100，那我都大师了呀，有点太多了。
这身皮肤活在我身上，与我一起狩猎。你吃小子。我可以改变这个世界。这怎么就枯萎了我一下？我死了，队友全杀了，行不？啊，这法强现在不够吗？以前是够的呀，我记得。哎呀！我这宗师局现在就水平，可以了。宗师局打起来就有点吃劲了，兄弟们。因为现在宗师的话已经是相当于很高分的了，相当于之前的八九百了。而且没事，狗头应该是误入宗师局的。这英雄0-6，没用啊，这英雄。这样子也不够吗？Nice， 终结连跪。